这里没什么图画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多谢二位岛主款待，让我见识石壁上的武功，十分感谢。小人过两天告辞轻轻就这样精通蝌蚪文吗？唉，人不可貌相。哦，我是不是打扰二位岛主了？那我就不看了。你不用走，就在这里看吧。你也打扰不了我们，看吧。赵客慢胡缨，吴钩霜雪明，迎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，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，失了佛一去，深藏身与名。哈二壮士，横贺大梁城，痛死峡谷乡，不谈世上名，谁知书阁下，白首太玄经。哎呀，妙然是妙啊，果然是妙啊！哎呀，石帮主啊，天纵奇才，千年一人呐、啊，可喜可贺呀、啊！请受我一拜。
也受老夫一拜。哎哎，两位岛主，请受我一拜。石帮主，哎，二位岛主，你们怎么了？啊，你们怎么了？石帮主，你帮我们破解了多年的疑团，我们兄弟二人表示感谢了。我怎么就破解了？这壁上的蝌蚪纹，我和穆兄弟两人认识了不到一成，还请石帮主不吝赐教啊！不吝赐教啊！我看到这个中柱穴就跳一下，然后连接到这个小蝌蚪，到太和穴又跳一下。既然是蝌蚪嘛，那肯定是活蹦乱跳的，几乎跳进我身体的所有穴位之中了。哦，原来石帮主看见的是一条条小蝌蚪，而不是一个个字啊。哎，那石帮主，你如何能通解全篇太玄经呢？我自幼没读过书，连一个字我都不认识。哦，你不认识字？你不认识字？啊，我不识字。我回去以后一定要阿秀教我认字，否则怕是要被人家笑话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你不认识字，那从第一到二十三式的注解文字是谁讲给你听的？没人给我讲啊。白爷爷给我讲了几句，关东四大侠也给我讲了几句。我也听不懂，我就是看着那些字形啊胡思乱想，突然间那些字的笔画就像云头似的小剑一样，和我身体里的热气呀、连在一起了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龙兄啊，原来如此啊。哦，难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数十年后让一个千古奇侠来到我这岛上。石帮主，幸亏你不识字啊，才破解了这个多年的疑团，让我兄弟死得瞑目，不至抱恨终身啊。为什么死得瞑目？你来看这许许多多的注解文字，每句话都可能把你引入歧途啊。啊，可不能按照这些注解文字来参悟不行呀。那照您这样说来，这许多文字是没有用的了？非但无用，而且有大害。这些注解文字耗尽了我和穆兄弟三十年的心血，这三十年有三批武林高手在这个岛上苦思冥想，神思枯竭而死。是啊，原来这篇太玄经也不是真的蝌蚪文，只不过是一些经络穴道的线路而已。四十年光阴，四十年光景，龙兄啊，你的头发都如霜雪了。唉，穆兄，你也是一样啊。以我二人的武功做武林至尊，那是绰绰有余的。可武学之道乃无极之路，正如夸父追日，仔细想来还是功利二字吧。所谓武学，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境界。二位岛主，倘若我学到的东西确实对二位有用，我当一一说来。倘若我有半点隐瞒，天地不容。小兄弟宅心仁厚，该受此礼。或许这正是前辈所望，日后你领袖武林群伦，造福苍生，我二人的心血也不算白费了。是啊，是小兄弟练成还是我二位练成，那都是一样的啊。我把这些蝌蚪详详细细的说给二位吧。神功既得传人，这壁上的文字也该功成身退了。小兄弟，看啊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适才小兄弟的武功
已入化境，其内力如风云万里，虎啸龙腾，势不可挡啊，真可谓石破天惊啊。小兄弟，江湖险恶，实在是防不胜防啊。你有忠厚老实，老夫有一句忠告，你破解侠客行的秘密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泄露。是，谨遵教诲。小兄弟，我和穆岛主就不能看着你大展宏图，扬威江湖了。穆兄啊，我们也该去见见大家了啊！哎，好好啊，小兄弟，后会有期。哎。